就像你们看到那样，我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，并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。这是亲爱的说句，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？但我这个原本是想分享一下这个不需要魔法就可以下载谷歌商店 APP 的这个软件9APPS， 并且我视频都已经录制好了。但是当我不小心点进这个谷歌商店之后，发现我好像没有开魔法就可以使用了。我实验了一下，基本上使用手机的移动网络就可以直连，一开始会比较的慢，但后面就和国内的其他商店一样了，安装应用什么的这个速度贼快，你这不得去试一试。实际测试江苏中国移动的手机网络是可以直接连的，连 WiFi 是不行的啊。个人推测有可能是最近换了服务器，有一段时间的空档期。反正要是你看到这些视频，去试试呗，去下载一下你一直想要下载的那些 APP。这次的分享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你，我是云飞，记得关注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，那么下期视频再见。